尷尬添。嗱，其實咧，我哋呢度有兩隊 band， 一隊咧就係小肥豬，另外一隊叫神奇膠。咁咧，我哋應該講啲咩㗎？你喜歡啦、啊。我哋其實咧就係、是、藝術家嚟嘅，咁好少本身就好少出嚟參與呢啲咁嘅活動嘅。咁但係咧都冇辦法啦，即係當一個公民嘅憲法被人攻擊嘅時候，我覺得真係要做啲嘢，即係就算即係。即係做得過分啲，跟住呢啲都係好合理嘅事嚟。即係而家去到退一步死無葬身之地嘅地步㗎啦，我想講。OK， 咁你哋今日會唱邊一首歌？其實我見到時間唔係咪 overrun 到好勁嘅 ？O O 地啦 ，O O 地。咁我哋少啲啦，我哋 cut 少少。咁我哋每隊 band 玩兩隻歌，咁但未必係可能真係未必淨係針對話我發呢個替補機制嘅。咁但其實定會太多太多嘅。嘢俾我去創作，所以我哋歌曲咧涵蓋咗好多好廣義嘅嘢。咁所以我哋第一隻嚟咧就唱嘅咩歌啊？好，第一隻咧就叫做係針對嘅咧就係講翻工廈被活化嘅問題。咁我哋藝術家係最切身嘅。咁我哋呢隻歌叫做《我明明生勾勾，點解嚟活化我》。支麥我啊，留下，俾多支麥我啫，係，唔該你。好，準備曬，我快啲唱啊！吉他俾聲，唔該。落江头，寻我瓜种，你迷离懒好心，借发展吞听我搞你地产，预埋我。我明明好好地，你夹生封杀我，小心第时有报应因果。杀鸡取卵要榨干不放过。全香港遲早成翻地產王國，當下係石果緊存創作資格，一切賣斷俾經濟發展壓下，當下實在撐起本土嘅文化，乞求你留條後路俾下一代好嗎？我明生勾勾，點解你活化我？到旺角活化時會更坎坷。取卵要榨干不放过，全香港迟早成翻地产王国，全香港迟早搵钱生陪葬。哇！意思啊，喺中环听呢首歌咧，零舍有味道啊！大家睇下，我哋全部都系俾石屎森林围住晒。讲到见唔见到喺立法会后边嗰座系咩啊？立法會後面斜啲嗰度，嗰度就係長江中心啦。為富不仁啦，都係嗰句。好，跟住我哋第二隻歌咧，係叫做《奧多摩痛的領會》，都係講地產霸權嘅。咁即係香港政府有好多德政啦，其中一樣嘢就係放咗領會呢個猛獸出嚟啦。咁大家自求多福啦。地產霸權罪烏街，等等啊！佢需要一支麥聲，如果唔係，試下等一等啊！其實呢首歌都係講得未啊？講而家啲唔好講八十後啊，八十前啊，其實我都係咁而家香港個社會根本就係唔適合再有下一代生存啦、啊。大家再生仔小心啲啊，真係養唔到噶啦。屋都冇得啦，你我想講粗口添，屋都冇得你住啊！常常早已為我定下惡意 ，sorry，
好，準備，我起先啦。好 ，1 2 1 2 3，地產商早已為我定下我前路，紅樹生仔接住雷，供一世為我冷格嘅廁所公道神規為我好。走實在最恐怖，沒法好，死得早自由行，都知道不去香港細客，前去邊說好斷米路，如能持續發展，無法像套到至今再欺騙你，事後搞作就踏上你回去，問你敢不敢再轉意見，由商場 A 行商場 B， 兜商場 C 翻商場 D，同一場知道沒有環境，連鎖牌子 ABCDEFG 沒曬成就呢個咩都市， Everywhere is a copy of a copy， 重要路偏偏每日自掘墳墓，代價高小孤獨打同錢高招數，唔理好丑，总之行得最好最就，既如能持续发展，无法像普通资金再欺骗。唔怕你有口角，但最怕你醒觉，傻到搞抗争就难幸免。由商场 A 行商场 B， 兜商场 C 翻商场 D， 同一投资同一场知道冇环境，连锁牌子 A B C D。冇曬性格呢個咩都市 ，Everywhere is a copy of a copy。情願唔知，寧願唔知，講應歷史好嘅人知，唔講唔知，唔講唔知，啲當權者最喜歡你無知，擦擦擦擦永不休止，刮刮刮刮認真羞恥，呢個過曬氣嘅痛感。屌你老母咩？香港 Hong Kong World City 喎，原來啲兵仔比較憤怒。好，多謝神奇膠呢個單位，跟住變一變身咧，就小肥豬啦。喂，攝一攝你時間先。嗱，我哋今日咧喺呢度咧就有一個天下圍攻嘅集會啦。咁但係咧，其實咧我哋咧不一直咧呼籲好多團體嚟到參與，就唔係淨係話一兩個一個嘅政治團體喺呢度去反惡法，因為呢個惡法係關乎香港政制同埋關乎我哋香港核心價值嘅一回事。咁其實咧，頭先咧喺呢度咧，仲有另一個團體咧，咁樣咧社民聯咧就喺呢度出發，就去呢個咁樣嘅禮賓府。我頭先都話俾佢聽，即係已經封咗路噶啦，叫佢哋去林瑞麟屋企。咁但係佢哋可能嫌林瑞麟屋企太遠啦，咁我哋都係繼續去咗禮賓府。咁而家咧現時咧，佢哋咧就喺咧呢個花園道咧，就俾警察就截住咗。咁嗰度咧就有200警察咧就包圍住嗰邊嘅示威者，咁可能百零個示威者咁樣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就會喺呢度咧，用我哋嘅力量咧。是遙遙咁樣聲援佢哋，好唔好啊？雖然我哋兵分兩路，但係我哋都係共同嘅意志，要打倒呢條惡法，要馬上收回惡法，同埋令到林瑞麟即時下台，好唔好？好，俾翻佢唱歌。